情启动，共同防疫，一起。早在启动捐赠仪式之前，旺旺集团做公益和防疫同步超前部署，全台加里岛20个县市超过350个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补给据点，为台湾防疫拉起坚强守护网。21世纪的这个最大的敌人就是新冠病毒，我们看不到摸不到，但是水深一出啊，通通逃之夭夭。反应太好了，都在抢购，在抢水啊、哦！南庄的去三湾，拿这个水，结果抄起来。全台补给站增强抗菌疫，成了民众防疫日常。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温和不刺激的特性，让学校安养机构都放心使用。它刺激性比较少，它其实让你没有感觉到说有异味啊，或者是很呛鼻的味道。相较于传统的酒精和漂白水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抗菌力强。从人体的感受度来比较，酒精太过刺激，漂白水对于黏膜有伤害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最温和。pH 大概就在6，我们知道正常我们 pH 大概7，它是比较接近我们的人的这个 pH， 所以它比较不会伤害皮肤或黏膜。要抗疫，也要对环境尽一份心力。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可以还原为水，安全环保。相较之下，漂白水对土地、水源都造成污染。全民防疫大作战，旺旺集团从偏乡到城市，用专业和爱心为台湾守护疫情最前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